你是我亲爸爸吗？我可是你的亲儿子，小超是黄阿姨的儿子，黄阿姨还没嫁给你呢，干啥呀？一碗水端不平就端不平吧，你扣斗子了你都啊？我怎么不是？我是你亲爹，我跟你说话不好使吗？你是不是好使？你这样你说这不能这样，这样你这样，叔不好意思，我怎么给您这弄破了？叔，没事啊，弄得好。我正好是胳膊没处放呢，其实我早就想弄破了，一直没捅出手来，你知道吗？弄得好，孩子，弄得好。那你在那边破一个，那这边就不对称了。你要更好。这是你老丈人送我的招财进宝衣，你把气球弄破了，那以后还能招财吗？爸爸，你咋的了今天呀？他给你整破一个，你说好。我给你整破一个，你冲我嚎，那能一样吗？那怎么不一样呢？小超弄的这个是气球一响，黄金万两。我这是啥？气球一爆，你老丈人准到。我老丈人来干啥呀？还干啥啊？在家想过味儿了，到这来跟我要钱了。亲家，我还聊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你太灵了，我真准了。把钱给我。不是，那个什么，你看。不是我刚才给你钱什么玩意儿？我回家在屋里转20多圈我才明白过来，我给你打工你应该给我钱。不是，我也没跟你要，是你自己主动非要给我的。行，给你不就300块钱呗。对你这种人就不能客气，我在门口看半天了，当老人有你这样的吗？啊，自己儿子，那个是他黄阿姨儿子，你咋就这么一碗水端不平呢？啊，那前生活把这屋里的地全擦了，这胖小子是擦个手机屏，买一箱酱油前生活得扛回来，他买500斤面在手机上一划了就买完了，你这不是欺负人吗？我怎么欺负人了？再说了，我是他爹，我欺负我儿子咋的？你这儿子也有我一半。爸爸，这是我女婿，一个女婿半个儿，爸爸，你欺负他就不行。爸，胖小子，你把门口的100斤面扛进来。别，刚下的单还没到货呢。你这单没到货呢，上单订的100斤白面就在门口呢，扛进来。扛去。不是你这人咋？我就这样。就让他干点活能咋的？不是那个超。你看那。不是，超。来，你看，给我。不行，你干什么？叔，你干啥？哎呀，叔，给我。叔，我爸这是咋的了？今天。哎呀，亲家，哎呀，我真不明白，你这是啥毛病啊？他干一点活你就舍不得？不是我。你儿子怎么干你都舍得，他不就是他妈跟你好吗？不就是他给你投资2000，你至于吗？你什么毛病还你扛袋面？你还没有面沉呢，你扛什么面？你看那个样奶奶的，我要不扶着脸都贴地了，现在前脸都平了。什么呀这是？你太不像话了你。我跟你说爸，我送你几个字儿。你就是娶了媳妇儿忘了儿，你贱！你们懂什么啊？你们明白什么？小超他妈，我黄大妹子曾经跟我说过，他爸爸病重在床的时候，每次去医院，都是小超背着他爸下楼、上楼。他们家住的是6楼啊，这孩子一背就是8年。当年他才15岁，啊！
您只要对我妈好，好好的疼她，您就是我亲爹，我肯定我好好孝顺您。说得好，当年跟我妈结婚以后，我跟大哥才能是亲兄弟，到那时候您再把这一碗水啊端平了。哎呀，我兄弟说得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啊。好，下面我重新布置一下任务。哎，钱志峰，哎，你负责把桌子摆整齐了。哦，小乔到，你把凳子给我摆齐了。好嘞。老范到，你负责回家了。我回什么家呀？你就让人给你打打工不行吗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是钱正峰的老丈人，你是我亲家，咱俩属于实在亲戚。你说你在我的小店打工，我一个月给你多少工资合适？我跟你也说过多少次了，我在这打工不是为了钱，只要你用我，我一个月给你开点钱都行。那你一个月能够开多少钱？我兜里有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。你翻翻。这是300。啥时候给？现在就给。行了，你下班了。谢谢啊。招财进宝仪太灵了，钱又回来了。回什么回？我才发现全是这气球仪惹的祸。钱师傅，哎，把他给我堵住。不要，哎，跑不了。小超，来，来，往哪儿跑去？哎呦，爸，没事吧您？哎呀，没事，跟你开玩笑呢。哎，你说就这破球衣，爸能相信他吗？还招财进宝，就是骗人的。我跟你们说句实话，哎啊，我这辈子只要有你们三个儿子孝敬我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你放心吧，爸，只要有我们哥仨在，我真死。不是大哥，对，好。